四分，但是两个人还是在弄来弄去啊。对，节奏。宜翔小球给了精彩，今天周宜翔的穿针引线也传出了四个助攻，防守篮板。右伟，一回似乎哦，辛巴后面这下子把 T 就是给推倒在地，当然 T 就是也有一点点演戏的成分了。不过两个人确实是有肢体上的接触，确实有肢体上的接触，所以现在要看裁判怎么去认定。我觉得当然太强，那个躲过动作是有点不必要了。那后面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是田浩推的哦，应该是辛巴啦，哦，辛巴的右手，对，田浩是去拉，哦，拉住宜辉。田浩如果能推太强的话，那他真的，辛巴因为跟 T Jones 在这一节他上来之后呢，就结下了梁子，嗯，所以一直觉得有点被惹毛的感觉。那 T Jones 过去本来就是这种 undersize 的四号位跟内线球员呢，说真的要做一些小动作或脏活，他其实应该也蛮习惯的。完全同意你的说法，而且他对上比他高大的球员，应该也不是第一次。没错，所以至少在这个尺度的拿捏上，我觉得 T Jones 还蛮聪明。嗯，他就在惹毛你的边缘，然后他自己不犯规。没错，坏坏的。林冠伦教练刚才跑进场内被吹了技术犯规，很球哦，哇，那是我会有点意外啊。等于说后面的那些动作全部都没有任何的吹判，都没事。丹姐拿下八分的宜辉，第一球没有罚进。今天宜辉反而在罚球线上比较没这么高的把握度。这节目前四罚进一中，是不合法。刚才。也许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掌握到这样的讯息。对，因为第一时间在看比动作的时候，并没有整个连贯在一起。那可能就是现在两个违反运动，两个罚球罚完之后，球权还是在球权在钢铁人手上，这是钢铁人要想办法把握的一段。